怎么样认识复杂的中国社会现实，怎么样高举起毛泽东的旗帜。有请军事科学战略部原部长姚有志将军讲话。姚将军讲话时间限定十分钟，但考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战略部部长姚有志将军呢满腹韬略，他自己申请15分钟，本主持人建议控制在14分59秒。谢谢大家。你今天早晨我发了一条微博，就是说12月26号是毛主席诞辰日，按照时差推算也是西方的圣诞日，因此毛主席是世界人民的圣诞老人。所以我这前几天写了一篇稿子，我今天把我这个底稿读一下，看得很厚，没多少哈。地球人心目中的毛泽东，毛主席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集若干大家于一身的泰斗巨匠，他是开天辟地的大革命家，天才绝世的大军事家，卓越无比的大政治家，气吞山河的大战略家，脱荒求世的大理论家，高瞻远瞩的大预言家，宁杀成绳的大组织家，纵横捭阖的大外交家，还是在诗歌和书法领域开创时代新境界的大艺术家。正是凭借这若干大家的天才素质，毛主席在20世纪气势恢宏辉煌卓绝的伟大实践中，赢得了伟人中的超级伟人、巨人中的超级巨人的至高无上的赞誉。这是前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的话。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著名学者特里尔下过这样的论断：毛泽东神奇地创造了一个不等式。毛泽东是世界上，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大于马克思加列宁加斯大林的影响力。只要摆摆事实就会发现，这位美国高官的论断不算夸张。1976年9月9日00:10，毛主席逝世。下午4时，消息一公布，顷刻间撼动全球，世界各主要媒体皆作为压倒一切的头条新闻，播发追悼毛泽东的活动。此后持续1个多月的时间里，世界123个国家的政府和首脑向中国发来数百份唁电，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下半旗，联合国啊，包括联合国，世界各地平民百姓自发组织的悼念活动难以计数，其中仅聚集在法国巴黎公社墙附近参加悼念活动的巴黎工人市民超过了10000人。联合国和各国的媒体发表赞颂毛泽东的文章数以千计，有数百万字之巨，其中对毛主席冠以褒扬性的称谓达100几十个，如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理论家、思想家、哲学家、战略家、预言家、策略家、改革家、教育家、外交家、书法家等等，政治领袖、军事巨人、精神领袖、人类导师、思想明灯等等，建党之父、建军之父、中国之父、独立之父、游击战争之父、中国革命之父、中国工业化之父等等，惊天伟地、功高盖世、硬杀结绳、顶天立地、历史缔造者、时代主角、独一无二、举世无双的时代主宰等等等等，人们把能搜集到的所有的顶级尊崇美誉几乎都灌给了毛主席。正如时任日本首相福田赳夫所说，就毛主席的业绩而言，无论做出多么高的评价都是不过分的。外国媒体普遍认为毛泽东逝世对世界震动之大、规模之盛、评价之高、影响之深，在世界上实无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毛主席逝世已经37年了，但毛主席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
反而掀起一波波尊崇毛主席的热潮。1999年，为了迎接新千年纪元的到来，美国《时代周刊》从公元1000年到2000年，选出影响世界的100人和100件事，出版一本画刊。发人深省的是，他们没有把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和独立战争列入，却把毛主席和毛主席指挥的长征同时列入其中，并放在最抢眼的位置。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进而进入21世纪以来，追捧毛主席的热流从中国转向了世界各地。当今世界专职研究毛泽东文化的人数最多的国家是英国，据说有3000多人。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已于毛主席诞辰110周年出版的《毛泽东传》，是由英国学者翻译成英文，于2年前开始在世界发行。世界出版毛主席著作品种最多的国家是日本，达3000种以上，还有一种版本说1万种。全民崇拜毛主席的国家是巴基斯坦。数十年来，巴基斯坦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律，凡是亵渎毛主席的言行，均视为犯罪。关于毛主席褒扬性称谓最多的国家是美国。有70多个。从1976年到今天，毛主席获得了有近200个褒扬性称谓中，有将近一半是美国人冠予的。像世界的思想明灯、把沙子拧成绳子的人、世界哲学之王等等绝妙性称谓，都是出自美国政要和学者之口。美国学者施拉姆和英国学者约翰列侬都认为，世界上深受毛泽东影响和毛泽东思想，和把毛泽东作为精神图腾的人，当数以几十亿计。即使在人类进入网络时代的今天，毛泽东仍然是实际中的粉丝最多的世界第一超级大 V。也许是毛泽东1963年发表过支持美国黑人争取人权斗争声明的原因，黑种人是崇拜毛主席最集中的人群，但毛主席在黄种人、白种人和其他肤色人种中也拥有海量的粉丝。体育明星是崇拜毛主席的亮丽一族，大家熟悉的例子就是拳王泰森。拳王泰森从毛主席那里获得的神影，从创造了在世界拳击史上几秒钟击败对手赢得胜利的这个世界纪录啊，当时这个人在后来一场比赛中咬人耳朵，那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而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的政要，更是对毛主席崇拜有加、敬畏有加。在亚洲，伊朗前总统内贾德坚持用毛泽东的全无敌精神武装自己，把毛主席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词句作为座右铭，指导自己与敌人周旋。尼泊尔毛主义领袖前总理普拉昌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指导行动，两度掌握国家政权，终结了尼泊尔几千年的郡主制度，为尼泊尔现代化进程做出了卓越贡献。在非洲，刚去世的95岁高龄的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在长达27年的监狱生活中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出狱后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他的队伍，终于推翻了南非种族主义的统治，成为南非历史上第一任黑人总统。津巴布韦连任6届总统，执政已经33年的今年又以高票当选的89岁高龄的那个穆加贝，是毛主席的绝对崇拜者。20世纪60、70年代，穆加贝又过长达10年的牢狱之灾，10年间，关押他的牢房换了一次又一次，个人物品丢了一遍又一遍，
只有是一样东西没丢，毛主席著作。穆家贝之所以被西方称为政坛上的不倒翁，根本原因是在于他用毛泽东的精神铸造了自己超强的风骨。拉丁美洲是崇拜毛主席政要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其中两位有两位大家熟悉的大人物，一位是古巴前总统卡斯特罗，一位是去年过世的刚过世不久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卡斯特罗多次说过，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是没有亲眼见过毛主席。他说毛主席的天才和业绩无人可比，他通过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巩固了古巴的社会主义政权，并粉碎和化解了敌人对他的30多次暗杀。查韦斯是卡斯特罗的得意门生，堪称世界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查韦斯对毛主席无限崇拜，他任总统期间多次访华，每次都要到毛主席纪念堂参拜毛泽东。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是查韦斯一生的头等大事，他毛主席语录不离口，不仅对毛主席的许多名言警句倒背如流，而且深悟毛泽东思想中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等灵魂和精髓，并成功运用于委内瑞拉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实践中。西方列强在毛主席眼中是属于打倒的纸老虎一族，反动派和纸老虎一族。然而西方政要崇拜毛泽东的人却层出不穷。美国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总统尼克森、福特、卡特和时下总统奥巴马都是毛主席的超级粉丝。奥巴马入主白宫的首个圣诞节，矗立在白宫蓝厅中的圣诞树旁的圣诞老人就是毛主席。奥巴马总统访华时专门派他的个人代表到毛主席纪念堂参拜毛主席。网上还有一条未经证实的消息，奥巴马总统第二个任期开始之际提出了在白宫南草坪建毛泽东铜像的议案。在欧洲和日本的政要中，毛主席的粉丝也是很多很多，比如文革中曾经当过东京大学红卫兵头头的日本前首相菅直人，在他上任之初的演说中特别强调要贯彻毛主席的民生第一和独立自主的思想，民生第一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另一位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彦两年前，就是2011年12月26号，专程到毛主席纪念堂参拜毛主席，并写下了200多字的参拜感言，盛赞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在具有大国影响力的版图和人口小国以色列，历届政要中都不乏毛主席的崇拜者。以色列驻华大使安泰仪在几年前曾讲过这样一段话，那个大意：以色列朝野从20世纪50年代自幼推崇毛泽东压倒一切的强势军事斗争艺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我们以色列行动的准则。实践证明，只要我们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有所松懈，国家安全就出现麻烦，我们以色列别无选择，只能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世界各国企业家也是崇拜毛泽东思想的一大群体。点几个例子，日本、韩国许多企业早在60年代就运用毛泽东思想运用于企业经略中。那个沃尔沃的高官在几年前我们经常接触的，他在07年就创立了毛泽东市场战争学，它是从毛泽东军事思想里边引出来的市场战争学。
还有德国宝马公司训词，是毛主席1954年写的《央纲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领导干部参加劳动，工人群众参加管理，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干部、科学技术人员和工人的三结合，你是多么绝妙的管理艺术！现在是你宝马公司的训词，我们天天在讲这个西方管理，把毛主席的最科学的管理丢了一边去了。新加坡亚洲机电公司的董事长孙赖，在11月26号，就是前一个月，11月16号，在浙江大学专门讲授了半天毛泽东管理思想。扫描毛主席在世界上的影响，大有地球人已经把毛主席推向神坛的印象。其实人类自古以来就有造神的传统，当今世界各地各类庙宇中供奉的形形色色的神，绝大多数都是现实人物身后的化身，而那些被封为神的现实人物的人生业绩、才华和战略影响都无法跟毛主席相比拟。毛主席生前是人不是神，但是作为历史人物的毛泽东，地球人把他推向神坛是合理的、必然的。毛泽东不仅是神，而且是国家级、世界级的顶级尊神，是人类历史上一块永远耸立的丰碑。谢谢，耽误大家时间了。姚远志将您介绍了世界各地怀念毛主席、学习毛泽东的一些具体的情况，这样的一些内容在我们的主流媒体上是很少反映的。关于毛泽东到底是不是神，我这次去韶山的时候啊，有老乡就用呢拜菩萨的方式拜毛泽东，一个年轻人跟我一块走，他说他们太迷信了。我说为什么他们迷信毛主席呢？他们为什么不迷信某人某人某人呢？年轻人回答不上来。我的理解是，固然这种形式是迷信的，但是这种形式有5000年的文化传承，把一种迷信的形式寄托在一个伟大的人物的身上，同样反映了人民的心声。